嘛都，哦，啊知无？哦，你感觉对你来讲，烦恼伊上困难是啥物？哦，有可能甲真正朋友分享过，还是讲教会对烦恼伊啦？烦恼，反正对你来讲哦，烦恼伊上困难对你来讲是啥？还知无？好，咱五位接着来，来都过年节哦，来，啊，多食饱哦，大家今晚会使烦恼，不要烦恼，快快快，哦，来，好，听所有接受的对象分享。太过亲啊，有当时啊，颠倒吼，歹做吼，因为因的文化吼啊太强了。好，好，啊来，恁哎，恁的张秘书接到号来。潘总经，是困难的是，阮至少有六个人，啊有六个意见。哦，到一个，就是讲，你唔知影对方的想法，啊你也未听听第一了解时，你唔知影讲你家己讲，一旦了解，一旦了解，一点，啊一个人讲，哎我家己讲哦，我足烦恼讲。伊甲我拒绝，毋是讲干呐讲，一了解未了解，就是讲了解，甲拒绝讲，啊你迄、那个你迄个我歹势，啊搁一个人讲讲，我无自信，讲我即个成绩好啊，比你成诶搁较好，所以我要甲你谈，我就无有信心。即我那一个想法，我一个是讲哦，无够
无够耐心啦，甲同个车就讲，要叫人理解，人讲啊，你怎会遐尼遐尼遐尼紧，要叫人讲，感觉无耐心，所以困难出来就是讲不耐心。啊，就搁另外一个啊，讲咱要传传达用生命价值，就爱去讲。啊，伊感觉讲，咱做个代志，搁无啥好做，咱都较困难，所以这是我大家人无好困难。来，拍拍水哈 ，OK， 好。这个就要讲到这个信心嘛，哦，啊，搁一点耐心，有影哦，就要带一个人。我讲着，我们爸呢，甲伊讲二十年才信主着，啊，咧摸了六十二年咧，所以无简单，就这样哦。啊，所以这是咱的巧的哦。啊，当然搁一点来讲哦，有当时人看拢，哎，啊，你敢基督徒？我无做基督徒比你较好，你知道？啊，就是咧，哦，所以这是阮教的，比如讲，咱爱亲啥？亲像耶稣，哦，咱阿边讲爱亲像耶稣来讲起来。你若真正所以气质啊啦，哇！你免传到人家讲，哦，这非常的哦，所以想看嘛，好，来，你坐来，老弟，你坐来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变讲啊，恁个信仰所拢欠呾啦，可能危险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但后摆拢上天堂啦，对吧？劝你为善啊，伊讲拢同款啦，对吧？有啥嘞？实际上同款无？无同款。那通过咱讲啊，耶稣基督用咱定时个啥啦？咱是个真正传落去，传啥物？传耶稣基督家庭的关系哦，囡仔，咱要等你爬遐哩呾，是吧？这是无同款嘞，哦，所以这是。白教派还是民间宗教上大个无共，
啊，所以咱第三只、第三刻步，第什么？啊，那个第三刻步，啊，何西上帝啊，何西人是讲着啥？讲你得要清楚的意象吼，加一个角色。啊，所以对咱来讲，咱每一个人是头脑因，哦，所以你也会使用你的文字哦来啊，伫个所在做装备。但是上条啊，咱要真做一个头脑因啊，你爱清楚几样代志啊。所以咱今仔透过叫做探讨艺术吼。啊，来做一个讨论哈。好，我伫该伊都阿袂晓教你时间哦。啊，学上帝就是真正是耐心啦。哦，特别咧对这个病人员工哦，啊咧团队面时阵。后来吼，我们咧团队时阵，实际上无需要做些耐心的，爱受些训练哦，叫做 CPE， 你捌听过？哦，就是叫做目光临床教育，就讲无需要要去看病爱训练，哇，真惨的吼，啊，讲你看病爱训练。所以训练差不多吼，咧介绍到800点钟啦，哦，800点钟。但是无需要做工课，所以是爱所有的你看时间哦，加起来800点钟哦，800点钟差不多毕业哦。所以伫迄中间时阵哦，我伫这中间哦，有用八度好大一看，这是我伫这个伫大四年哦，要按摩做魔术的一个魔术论文啦吼。啊，因为我讲到这个，啊，因为我关怀这个员工吼。啊，甲这病人时阵哦，我有通过家己当个朋友啊，因合作一个图啦吼。啊，这个图是啥物？就叫做病人吼，甲员工因的心灵吼，啊，甲这个灵魂吼，肉体的需要吼。咱看吼，人拢会破病，当一个人破病时阵，也做咱做啥物代志？咱讲啊，就叫伊看医生吼。啊，但是实际上伊迄、那个病啊，有可能无一定是讲是肉体啊，有可能是啥？通过心理吼所产生的吼，啊，嘛有可能吼，伫伊个灵性中间有一挂个病，啊，受撒旦魔鬼影响，啊，所以吼，伫这中间来产生安尼问题，吼，我记一个一间迄个，一路到了朋友吼，啊，这个气不过吼来找我，无错啊，我吼迄个胃痛吼，结果胃痛要去看什么科啊？啊，胃肠科嘛吼，啊，真注意讲哦，胃肠科看了讲，你看也无啊，爱专科，再来转去对啦，精神科。哎，讲啊，这个医生嘛，当作笑，你讲你嘛精神科，哦，较早原来讲啊，上精神病就精神科，迄个就笑了对吧？哦，你讲当作笑，啊，结果呢，这个精神科医生来讲，看也无啊，我介绍你吼。去看啥？去看无书。我安说，我毋是叫你看胃科，你搁搁搁甲转转啦。哦，哎呀，我问讲你为甚物爱看无书？伊讲因为吼，即、這个朋友甲我讲，讲啊，我的病哦，敢若通过无书祈祷才有效啦。那，哎、欸，这里讲啥？讲道理啦，是吧？所以看你即位，你讲哦，一个人胃病时阵肉体，有可能，啊啦。咱是讲去挂胃科，但是这个身体啊，但是歹势啊，这个挂精神科是啊，表示讲伊可能心内病对吧？哦，我做啦，所以你紧张啦，所以心内病啊，这边来医治啊，食药嘛不一定效，上吊是啦，透过这个心灵哦，就是灵魂哦啊，找牧师，为啥？牧师通过信仰哦，啊，给你帮助。所以阮伫这个病内底哦，啊，阮这个医务部叫做啥物科啦？叫做心灵科啦。啦，无拢是灵药，所以我嘛是一个某一方面一个医师嘛，但是我是心灵方面，吼，所以一个人吼，实际上啊，伊的自杀，有可能是有真侪即心理吼啊，即关系引起所为吼，所以这是吼咱传统的时阵，还是讲咱关怀一个人的时阵啊，有可能即西问题啊，关系时阵啊，产生一个变化，吼，所以这是吼咱一个啊，想的一个代志，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所以咧，我有感受哦。咱若真做一个团队，若还是讲咱探访咱的亲戚朋友哦，还是讲咱病医的这患者哦。啊，所以你若有当时啊，你去探访的时阵哦，实际上咱拢是团队人对吧？啊，所以咧，我哦有两个代志，希望兄弟哦爱参考。第一项代志哦，请你记，什么代志？来，咱做一下来宾，来，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。哎，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。
什么意思？很明白。我都要听恁讲的时阵，啊，我吼，那安尼个团吼，伊拢玩庆祝，无庆祝叫啥？叫啥？叫做结果啦，哦。啊，但是我讲啥？过程比结果啊，搁较重要。所以人讲，哎呀，我吼，啊，甲你帮忙关怀，但是伊拢无改变。看你怎么？你想这个结果哦，不一定重要。结果是什么人的责任？上帝，你来记吼，凡事咱交上帝好，是吧？啊，但是这个过程，比方你的关心啊，你是不是啊，较疼伊啊？这个过程上重要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慢慢来，伊会发觉讲，哦，原来这个人有疼我，伊知我的需要，啊，所以随讲哦，伊怎啊给你补转？但是啦，开始咧发纠结来啦，啊。开始啦，来酝酿啦，啊，开始想，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、喔，伊安尼关心我，应该，所以啊，你即个对咱来讲哦、喔，你谈迄个过程，但是无一定讲安啦，爱讲爱看这个结果。我咧讲，你若去看结果，有时阵你会感觉你会起笑，你知道？为虾米？啊，我来拢做袂好势，哦、喔，我来安尼，哦、喔，所以这是第一点哦、喔，咱爱注意来，搁做人一遍来。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。好，第一点吼也是真正，咱做人来变来，凡事尽心尽力，结果交上帝。所以来听未？我偷偷恁讲，但是什么代志？恁绝对唔当做救世主吼，你知道？救世主是啥？啊，哇，拢包我来救就好啊。实际上啥是救世主？上帝才是救世主啊。所以咱个听讲，唔当做救世主，大家讲起来。但是唔通，啊啦，完全证明交到上帝委托，哎，就是啦，推卸责任，啊啦，凡事尽心尽力，有做就好啊，真正吼。所以有当时我讲下，你面对方法紧啦吼，啊，咱就有做就好啦吼。啊，真正平无心做啦，紧啦吼，交到上帝，安尼啊啦，你会感觉你较好过，啊对啦，你会感觉讲我无后悔，应该帮助吼。所以这两句非常重要，请兄弟起来，来哥，阿全这边来。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，凡事尽心尽力，结果交上帝。哦，所以咱若安尼基本的心态，实际上面啦，你感觉团队无困难的啦，你完全瓦靠。但是瓦靠我，是瓦靠啥？瓦靠上帝。哦，所以这是咱一个清楚的代志。好，过来，咱拢是啥物？可能耳根哦，所以你其实你探望者，你就是团队啦，所以是耳根。所以咱边下讲，咱是方便时间来讲一个话。所以咱啊，假设一个方便时间，对我来讲，我到底对我探访一个朋友，还是讲我关心人，转到原来的时阵，我爱注意什么代志？对我来讲，我有什么任务哦？啊，咱如果就想，这那是什么人呢？你知道？这是就是我家己基督教平时创作下叫德德性遗书啦，吼。啊，有啥物特色？第一点，伊欢喜啦，关怀，或者啊，培养对人的欢喜吼，啊，对人的教育教啦，甲关怀的特色吼。所以啊，是怎个？咱若讲要传统的时阵，你爱对人有兴趣啊，你知影是无？如果你对这個人无得无兴趣哦，可托你哦，无啦，无做一个传统员啦。哦，因为你除了你讲对人的欢喜甲这关怀用处，你照到啦，用你的时间甲你的性命甚至你的贴心去帮助别人，这个这些意思啊，哇，我感觉吼，佩服甲真正是爱尊敬啊，才敢做伊呢吼。伊安尼民国47年款吼，啊，1900敢那58年吼，59年时阵吼，啊，挂两个卡板吼，啊，佮因太太一个吼 ，OK， 吼，拢一个吼，啊，两个囡仔吼，为这美国吼。阿里庄啦，阿、啊、来坐火车，阿、啊、就到，阿、啊、有坐火车，阿、啊、坐火车到嘉义。阿、啊、伫这个嘉义中间吼，哇，拄我去时阵讲，哇，这美国人啊，美国钱啊，但拢无啥介意，你知吼？啊，但是拢无要紧吼，阿伊就凭伊的耐心哦来帮助我啦。啊，听讲迄阵啊吼，伊安尼去阿里山吼，啊来伫这个来吉乡吼，啊你知来吉乡是啥故乡未得？有一个官职叫贪南花，我听过，哎，伊的故乡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伊牧师娘我捌看过，啊！因姐姐啊是教会牧师娘啦吼，啊！但是因姐姐生得真歹吼，啊！啊，可能唔在受苦了是，吼、啊。OK， 好。啊！伊就话咧，行咯吼，为这个家己咋，咱叫家己乡亲嘛吼，是吧？行去阿里山爱偌久啦？啊？爱一礼拜？
会惊了无？唔是坐火车呢，啊啊，行路安尼吼，为这个啊，这个要要搭靠吼，一直行吼，啊，沿路可能有小弯路，啊，但是你靠这台车来行一礼拜，哇，哎，上整体啦。但是一个美国人就是安尼行，啊，为着这个咱台湾的乡亲啊，疼人迄种对人的兴趣甲关心，啊，所以哦，伊这个。几啊年了退休以后，都很感动哦，将伊所有的退休金哦，捐了给伊国，给伊基督教病院做这个关怀基金，哦，爱家己转来。啊，转来了时阵哦，伊伫这个七十岁吼，发生一件什么代志？伊吼得着迄个叫做老人痴呆症，是吧？所以头都拢袂记啊。啊，结果咧有一天行伫迄个安尼做来店仔口，啊，结果伊无顺利去找啊，伊顺利去找啊。啊，结果我甲传来伊咧讲。我要为着台湾人头晕，我要为着台湾人头晕，我要去为着台湾人头晕。哇，兄弟姐妹，退休了爱好啊休困，但是啦，心内底一直着台湾人，要去继续为着台湾头晕，你是会感动。所以这，如果啊，你的心内啦无这种介意人的特质时阵，我靠不你，这万万来讲你，因为啦，你真正讲我介啊，我欢喜跟到底。那安尼时阵。你照顾人，真做一个团伙的营养师。所以咱来听讲，爱介意人来讲一下。爱介意人。哦，这是第一点。咱师傅的第二点呢？咱爱培养啦，对人的尊重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感觉讲迄无事的人，是不是吼比咱较差一寡？你安尼想？还是讲我真正要救伊？啊，但是有哪个想想的？哎，咱阁有种心态咧，对无？啊，哎，若无信主，后摆后倒第一啦。咱拢有啥物？哎，咱比较搞，咱感谢主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是讲哎呀，我无要来做这个较好个代志，就要帮助伊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咱一个问题啥问题？咱拢比较搞，你知？咱拢比较伟大啦。啊，特别咱若去做一款好因个义工啦，就是讲咱会使好啊表现咱。所以伊会较搞，你知道？就你头先问题时阵吼，你爱记得吼，你做伊业的，你啦，你无对人的绝对尊重吼。我伫病院时阵吼，啊，拄好有机会迄个讲为迄个就是护士啦，讲大护士啊，啊，我是要吼来加伊去倒个病院成立一个戒烟班啦，吼。啊，我讲我也无啥要求啊。我无要紧啦，啊，反正你敢若大哥吼，你来配合还是上适合啦吼。哎，你家己做些增加吼，啊，佮增加你来，拢需要加分个，食分钱钱安尼。啊，我讲吼，啊，你唔做啦，讲无，我拢无，我冇干过，安尼哦，啊，反正我冇干过了吼，冇紧，吼，咱做来拍片安尼。哦，大认真个吼，啊，传资料啦，传迄个台湾国家卫生局资料吼，所有加分资料拢传来，哇，啊，结果咧，咚一声，啥物代志？民雄国中哦，讲要邀请阮办第一届戒烟班，哇！大家咧吼，真欢喜哦，讲安尼有机会啊，出头天下来，使来去人戒烟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招一只护士，啊，搁一个医师啦吼，啊，也就是你行探咧做行探吼，啊，医师按是基督徒吼，啊，伊敢有教导，咱快辅助，啊，但听先，啊，做一件咧，啊，去到时阵结果发生什么代志呢？结果哦，讲老师啊，安尼无半个囡仔，啊无啦，搁去叫去找啦，讲安尼哦。哎，老师，哎呦，歹势啦，我这囡仔偌歹嘞吼，足歹剃头的啦吼，啊，要拜托你无法度来呢。讲安尼啦，无要紧啦，咱来靠耐心啦，无得等吼。结果呢，等的时阵啊，慢慢啊，吼，囡仔拢安尼入来了哦，哎，拢上咧，吼，安尼吼，我安尼惊我呢，要气也过来只，吼，哎，我伫电视正咧看嘞，正看到，现场咧看到。啊，到尾呢，哦，即伊讲上大尾大哥哦，行入来毋是安尼气啊尾啊，啊靠啦，说，冲，哦，啊袂想看啊，你看哦，哎呦，迄三爷来吹啦，哦，哇，啊结果我，哎老师，慢啦，坐啦，啊就要为你咯，安尼啦，哦，无你坐咧，哦，哎大哥见到，啊无你坐咧看啥啦，哎，乜看袂哦，哦，啊今日第一场上路哦，哇，大家都无上路了啦。我下回的机子，包括你讲讲你后，咱讲你咱整理个礼拜，伊拢听啦，智慧的机啊，下机子，你看看了。哇，结果我那医书啊，用香香的医书啊，
啊，看到吼，啊，有你讲啊，有各位同学好，啊，结果有一个同学好不必啊，哎，我们被抢过来了，哎，你们要不要签？不要，哎，你说那怎么办呢？我不晓得，那个你说到时候好，那下课。哎，我来，拜拜，哎，那个你说啊，咱实在是很可怜，讲下课，哇，听下课来，马上大众抢掉，哇，我拢有看人呾。结果哎呀嘞吼，啊，咱是个啦，要来改货嘞啦，结果啦，你拿走了了咩啦？啊，那边改啊。啊，各位老师嘛，继续讲，都给小弟接啊，拜托，过来接，哦，赶快来，大哥，行你个来，挂下，搁接。啊，结果如果我讲话你知，我想哎呀嘞，这秘书我咧讲哦，唔听我面哦，哦，我嘛变来指导你啦，我想来咧指导我做啊，求你要帮助我，有地位啊。结果啊，我想讲，啊好啦，瞧落去啦吼。既然伊来做大哥，我咪来做大哥啦。啊，我结果我讲伊拢无讲，我今日甲讲一句话，我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，啊一个，伊个同胞，大哥，别激动。伊讲，我来讲，各位兄弟，大人今日来到这，刚来讲一件代志，哦，我讲大人到这来讲一件代志啦。遐同学吼，阿叔阿叔伯奇伯奇讲，看要演啥物，迄个巴戏吼，要看啥物放咧。我今日甲你讲一句话就好，听了我就倒来。我讲啥啦？我来讲，会食阮绝对毋是歹仔，会食阮毋是歹仔。哇！你知影规个吼，包括龙嘛，马上来起来掌声去，好！哇！一定拍我一下，一定拍我。哇！我就讲哦，你来拍我，我带你尊重我啦，带你尊重我。啊，我愈讲愈激动，我带麦激动，嘿。啊，结果哦，我就讲安尼好，来上课结束，麦上。啊，等下了后，大家头稀稀啊，头稀稀，话为虾米？哦，哎，反正这班老第一届失败，可能最后一届啦。但是想到过一礼拜。迄、那个讲话，伊迄个护士哦，打电话，伊讲，戴护士啊，迄、那个辅导主任打电话讲，讲咱加分班办了真成功啊。我想，敢有影？伊讲哦，老师讲哦，你因为你讲一句话哦，大家开始思考，敢有去互尊重着啦？哇！所以我感觉讲哦。即你若随讲食薰，咱也即咱个电影啦，食薰真正是歹听，是不是？咱也是故乡个时阵，但是对你来讲啦，你毛利个自尊啊，有当时啊，咱是感觉啊，你真正无一定歹听，不过是一个习惯，啊是讲因规日去交歹朋友，所以这就是兄弟姐妹，咱讲啦，咱如果要做一个好，因义工个时阵个啦，爱培养对人个啦，绝对尊重。所以，第二个，哎，绝对尊重人，来讲一下好无？来，尊重人。过来，咱看一件代志，你讲啥哈？你讲啥？酒干啦吼，酒干啦，唔得啦，啊？吃金。哎，吃金米吼，唔通咁辛苦吼。啊，我咧做啥物代志？有机会。啊，来，我办加分班，干啦吼，咧护士工，护士啊，我看你安尼吼，啊，加分也会使吼，啊，无咱来办一个加酒班，好。我讲啊，主要嘞，我无，阿边阿做，唔知，阿无输，无你敢斗，咱阁继续研究。阿讲难嘞，啊难哦，咱来吹啦，啊吹吹吼，伊讲对啊，食酒会上济，啊，用阿我知，阿里山后再玩主题，食酒上济，哦，啊所以咧，阿里山来玩主题啦，讲一句话啥物话，讲阿里山哦，因个即个少年人吼。即、这个瓜真硬，但是啊，心真软，你知意思无？啊，为什么瓜真硬？来拢啉酒啊，了感染我啊！啊，即摆来的时阵要煮麻油啊，开刀的时阵啊，伊拢爱两杯麻油，麻再再麻醉医师无，爱两杯啦，你呐，啉酒啉真侪，我都麻醉啦。啊，所以伊咧啉酒啉到坐停台啊，有偌好啊，来咧吹吼。啊，结果我去的时阵啊，我啦问讲，哎，某某人对无？哟，某某人哦。你也都看到了，啊！我一看，伊是对的啦，啊！伊伫个
土坑的中段咧，车过伫遐咧困来啦。哇，你嘛一个人啉酒，你种情况咧？啊，到尾啊，我另外讲，啊，我今日要做解酒班，你倒来倒来哦，即个解多少杯哦，爱检查身体哦，啊，我来解水哦，安尼，我你也来吼。啊，实际上哦，哇，我是讲来咧，我咱拄着吼，比解有感觉慢啦，啉酒嘛啦，啊，但是啦，哇，你嘛是讲你会真正用听心哦，啊，来帮助伊。啊，结果伊真正落山啦，啊，来检查身体。啊，结果啊，就一个房间哦，阮个办公室个房间。我就一个问伊怎，问到最后吼，发生什么代志？问到最后，我出来时阵，我吐倒，为啥呢？哈，伊我酒精中毒，为啥？我来酒精中毒，哈，啊，就伊拢伫内底嘛，啉到臭无好个时阵咯，啊，我伫遐伊去哩怎，去到我伊吐倒呾，哎，这种代志你捌拄过无？伫我亲身发生个，啊，我想着哇，这人要食我便宜有可能无？嘛是来求啊，真正来求。啊，所以我真正用听心无伫迄几个月中间，哎，真正有人真正是把它解救解起来，哦，啊，配合只精神科医师哦，啊，伫个所在来帮助。但是上重要啦，你爱培养真正的听心，所以变讲爱有听心，大家讲起来。爱有听心。好，啊，过来吼，这个第四点吼，爱做啥物代志？哦，这上就是咱常常做关心来啦，爱培养积极啦，听。诶，念念哦，所以这个咱发觉吼，表面上大个问题是啥问题啊？上大问题，啊，你自己讲啊，别人免讲，对吧？啊，到最后时阵再见啊，所以拢向你讲，你家己咧讲，啊，伊认听，但是问题是啦，你即摆变过来啦，你爱听听啦，听伊讲，是毋是要弄朋友因吼？你感觉真困难些，你爱哦，安尼解释，有当时也想想啊，不一定爱解释啦，你要听伊讲。听过人伊就庆祝啊，知道？哎，真正嘞，我几啊届吼，一寡寒假吼，我拢无听伊讲，哎，我拢无讲，拢伊听我讲，啊，哎不，我听啥？伊讲我听，哇，对吼，对吼，啊，结果真正吼，伊就慢慢会体会嘞。有一届我这个来去的时阵吼，啊，这个阿伯啊，已经好感情吼，啊，怎样怎样嘞？啊，结果迄个护士吼，啊，讲哎，当护士啊，啊，你会使去看一下吼，啊，伊吼真烦吼，安尼。又脾气真歹咧，啊无人插伊吼，啊伊也感觉讲无需要停个咧，吼、哦，啊结果我话我就去个时阵吼，啊我就跑去吼，啊讲阿伯啊，啊好势无，阿伯啊无啥爱插我吼，我阿伯啊我紧吼，啊你老需要我吼，啊做你个出去吼，啊你有啥问题我就拢听你讲，吼、哦，啊你尽量讲咧，你听我咪讲吼，啊就开始要问这个啊离婚时代讲啊情条讲因果吼，啊讲啊这个就是。啊，这个性命吼，啊，伊讲，头讲差不多点半钟，吼，我头讲两句，哦 ，OK， 安尼啊，两句，吼。啊，结果咧，我着离开啊，离开了时阵，差不多过一礼拜吼，啊，这个老师甲我讲，甲老师啊，已经过身了，吼。啊，我讲话奈安尼吼，啊，拄我见面了，过身。不过，当老师啊，我咧讲吼，伊有甲我讲一句话，我啥物？你讲哦，你是上好的朋友，啊？你讲话袂？你是上好的朋友？哎，奇怪嘞，我话无介做个朋友，我刚听伊讲呀，哎，我是上好的朋友。我听你讲时阵，我白晒脸，为虾米？因为我刚听的时阵，我可以输入我怎啊？放出来，你掏出来。可能对厝的不满，还是讲对伊个代志的一寡的想法开始谈出来，我甲听咧。啊，当然真可惜哦，啊啦，伊已经过身啊，无机会听到这方面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发觉一个真大的原则就是啊，你一定要培养这听。所以你即摆，你甲听讲，后摆讲你甲讲好，来甲讲起来。你啥意思？你爱听。爱听，咱吼迄个人教会真趣味，拢爱共讲，讲吼，啊，但是啦，还爱共听着，啊，这嘛是阮基督教培养咧训练一个非常大个课程，爱共听，真正吼，所以这是咱啊第四个桥梁吼，好，来，我一个电话一个，你是啥物事咧？拼命将家己个感觉吼，价值观来反映伫因个身躯顶，哎，这是啥物事？你即摆，
那讲一个啦，最近我教的哦，啊，这个一个迄个心脏科医师哦，啊，本身也着美国这个上好的这个美国院士奖啦，是不是？哦，诶，医学方面的，有一间阿公大老师啊，我安尼哦，伫教的，才久我发觉一个代志，伊讲，讲教的啦，有31个医师啦，知道？我啊，有31医师，伊讲哦。31个医师中间啊，我排上尾名啊。我是安那？原来吼，我教会吼，浙江的医师吼有排啦吼，应该算算是吼。最近来无讲，迄阵啊，更加是一个啦，其他拢是啦，三台拢是蒙古院的啦，蒙古大夫啦，啊，蒙古学叫啥啦？啊，拢不是医学，拢是啦。我是靠家己的经验，你甲讲，哇！你到底食啥物好？啊，最近古遐讲，啊，迄个糖尿病，啊，你到底食啥物超肥无？啊，你着讲，变做拢医师啦。伊讲伊上尾一名啦，哦。啊，伊讲哦，无师我来观察，你无师你敢第三名？哎，我伫病倒过嘛用，好啦，用家己的方式。所以啊，你即爿我要讲啥物代志？有当时啊，咱咧关心别人的时阵，咱咧用咱的经验去讲，啊，你就是安尼啦，你满足了，会无？比如讲啊，我伫病院时有人过身啦，我常听来，我患者伊是迄个家属拢讲啥话？唔好教啦，伊着过身，你教要创啊？你若搁教啊，伊着袂使去咧西方的世界无？啊，是不是？伊会唔甘啦？但是我想想吼，咱这个啊，作为关怀人，啊，伊若伊小的时阵，咱也袂使教，对吧？为什么讲唔好教？因为伊伊阿妈伊的信主的，迄信仰过程就是安尼唔好教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嘛发着啊，我那个。这个病哦，你顶个病人已经死啊吼，那个病人搞办都不算，会使拿来讲的钱，钱卖搬，哦，那个身体来搬，那个魂，那个魂魄都无钱啦，啊，所以就袂使哦，好啊，定位啊去记录世界，所以哦，爱当时搬，爱八点钟以后再使搬，你啊，你带个微笑，我袂使啦，你那个无搬吼，我病袂得交代啊吼，啊，都爱已经太平间啊，还是讲这个殡仪馆啊掉，啊，搁另外你若无搬的时阵哪啦？那身体会定啊，八点钟就定去啊，哦，所以嘛是啊想办法，该啦，该靠近吼，但是这个讲啥？有当时啊，咱在共烦恼的时阵，咱是不是用咱的经验方法来做，对？啊，但是啊，你会听讲到尾啦，愈讲愈惨，愈讲变愈变愈侪，对？这就是咱真正的问题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想讲，是不是咱受过了，我们再来结合到咯，再看看会受得，哦，所以这是咱一个体会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第六点呢，咱要安怎？重点就是啊，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，这是啦，上好的传福音的助手。所以啊，这边，这个大家讲吼，咱头拄啊已经有讲，就讲咱要传福音时阵，如果人若看你看看到魔鬼的时阵，要安怎啊？如果我来信其他宗教，对吧？你唔通做一个表面，咱。生活甲咱行为，甲咱所讲啊，爱表现拢同款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医师吼来找我，爱是这个麻醉科医师。啊，我常常咧来同我因两家困啦，哦，你知？你恁家做医师吼，咱家做医师，哦，你知医师是上歹同的啦，哟，啊，为虾米？啊，啊？啊，伊这真巧嘞！我从一代，我当做医师，我听安尼啊，我比恁较老，我就无想要听，对吧？啊，我吼迄个吼啊，甲这个医师啊，啊，拜托啊，无你嘛少听一下哦，啊，无我嘛，啊，我想办法啦，我就陪拍球，我拍到我脚抽筋嘛，伊就歹心做呾。爱来找我讲，何叔啊，我来讲哦，我最近要来信耶稣了，啊，哦。一点差不多半年无解讲的，讲伊最偏心耶稣，你是哦，我甲你感动啊，毋是，哎，毋是你甲感动，我是啥物？伊讲我做麻醉科哦，啊最近病咧心里一个叫安宁，病伊早就咧感情哦，啊伊结果伊就做麻醉科啊，肺炎叫，要比你甲讲优惠吼，叫叫伊去照顾这个感情的病人啊咧，啊结果吼，伊阿讲为虾米先做？伊讲伊去的是看啥代志？啥物代志？如果这人是基督徒，当伊要过世的时阵啦，突然间啦，哇，迄面一直笑笑笑，笑到离开上帝呀，阿门。啊，刚刚这个
教导跟一般民间众人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买过新的时阵，哪款的啊？买啦，我买去啦，安尼啊，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你来抓，我卖给他丢啦，讲我买啦，我买啦，你知道？哇，感觉一个时代在无平安。啊，结果咧，伊讲奇怪咧，人哪安尼？那基督徒敢不是基督徒？那差侪，明明拢是啦，拢是半病，拢是着癌症，那反应拢无同款。哦，伊讲，感情教训，开始咧憔悴，看到基督徒的见证的时阵，伊也来讲有可能有上帝，安尼伊要来去找牧师，伊实在牧师，伊该讨论一下。哇，一个教牧师来解决的时阵。哇！以后信主啦！哇！今嘛比我家己信堂好一点。所以啊，这是生命的见证。所以甲别人讲，咱有见证来讲一下。呀，用你生命见证，人得啦来信主哦。所以这是咱日常简单所会。来，再来个一点。咱啊啦，用个圣神的同在。所以咱今日还是进入再又多个咱今日。咱啦，啊个油啊，对不？啊！甲上帝讨，相信者，相信者来啦。所以咧，姊妹，如果咧烦恼的时阵，你爱做点代志，这是我伫大学新来以后，啊，姊妹叫正德新来以后，即老好哩读书哦，伊做点代志，好啦。若无祈祷，唔通妄自信感。若无祈祷，唔通妄自信感。咱甲边仔讲一路来，预备起来。若无祈祷，唔通妄自信感。所以咧，姊妹。如果咱讲有好个计划，有好个即个啊方法，但是一个问题，你要谈到的时阵，你无祈祷，我请你唔好去。你是啊，你是无家己，你是靠主个咧帮助。而且你无祈祷的时阵，圣神甲你同在。那无祈祷，怎啊？望住圣灵。所以这是我对我老师的。这些话，我一直到今嘛无使时阵，我拢开始先了，知道啊？来吃最有爱贵啦。所以，姊妹，对咱来讲，这是咱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事。所以，这是我简单为了咱要吃些团圆的时阵，咱来先了解这贵点，甲咱所为。所以啊，咱尽心尽力，凡事交上帝。啊，过来咱就是啦，贵点必先来对啦。结果也重要，所以通过这七个时阵，把咱有一个安尼的想法。如果咱若知影代志时阵，咱就开始来想看嘛，到底伫我的性命或者中间，咱要安尼来用一寡烦恼的东西。过去我伫当信仰吼，啊，所以阮读书拢有组织，啊，组织时阵伫咧想啥物代志，啊来我想空想方哦，撇步来就可以。啊，所以实际上你若去当信仰啊，有几个。即个教会拢真好个吼，啊，特别有两间拢超过三千人吼，啊，即教会上来，伊拢用着，即个基本的刻薄吼，安尼又来同你，啊，所以咧建立中间时阵，我就从安尼刻薄实际上就挂了另外个教会，即啊，包括我伫这边老师吼，啊，所以咱今日来实际上我啊，咱就讲话用上简单个吼，啊，上紧个方式吼来传福音吼，啊，所以就请即个欧阳长老吼，啊，伊真辛苦吼。啊，甲咱发到这两本哦，一本叫啥呢？叫做《反乳宝》，啊，看过这本无？啊，你是起码看还是较早看的？啊，所以呢，有人讲哦，这个《反乳宝》哦，啊，什么叫做《反乳宝》？啊，老师我知，哦，咱食麦当劳的时阵，刚好就叫做《反乳宝》哦，后面第反乳宝叫《反乳宝》，哇，特别是台湾记住啦，哦，啊，不能就是一个汉堡啊，叫做《反乳宝》，是安尼吗？哦，实际上唔是啦，吼、哦，万福宝就是咧讲一本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本写来咧，哦，原来这个万福宝吼就是啦，有请台北吉利德，台北吉利德是谁啊？啊，你台北对面有请阿星无？啊，无，啊，丢丢星星人咯，啊，因遐遮做台啊，阿星真济啊，所以因大部分拢伫遐做事吼，啊，因教会啊，这是咧新的介绍物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遮真水啦，啊，来这超过三千人吼，啊，所以。啊！你想讲安那样个吼，来传福音，吼，因为要对学生啊，特别咱大感谢主啦，咱这个青春理想是要对学生、留学生嘛，还是讲咧啊，好研究医学，还是讲咧，反正注意一下吼，啊，咱这理想吼，啊，安那样个来传福音，
啊，所以我想这个办法吼，点赞应该对来应该有寡帮助啦吼。好，啊，伊就讲透过啥物，上条就透过生活化方式吼，啊，从福音吼，甲啥物基督吼，到即个无道友吼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是讲，哎呀，我说在地吼，教四个贴大袋，跟咱用小抄啦吼，啊，但是有当时吼。啊，心情歹，我小三都袂有吼，唔知咩啦吼。啊，但是咱搁来传落去。啊，所以呢，即本《万福宝》吼，伊讲啦，就是透过即个鲜花吼，啊，即即个运用吼，吼，大家知影吼。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所以这是伊的一个吼意义啦吼，我咱先把知影吼。好 ，OK， 好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即、這个万福宝的目的是啦，透过。我个会使啦，哦，每一项机会哦，会使啦。啊，唔知要安怎录音啦，啊，唔知头拄啊吼在讨论，就是啦。经过即个勘察啦吼，啊，会使传出录音的第一条波，哦，所以就安尼来做安尼实验。啊，实验咧，感觉讲诶厉害吼，啊来用安尼。啊，我最近吼，迄、那个阮教的吼，迄、那个传录音吼，啊，慢慢吼，我来解讲爱用。一半年啊，因为咱时间不一定讲真侪，还阁准备资料，啊，唔知要哪间指导着吼。啊，结果你知影我咧讲的时阵吼，后一天我就收到一个电话，拄好为这个牛作师吼，一个叫做县文教的，你知吧？啊，一个牧师叫牛主良牧师啊，你知吧？吼，啊，牛牧师吼，敲电话讲，啊，牧师啊，啊，拜托你一件代志，啥物代志？讲伊教会吼，一个好朋友吼，啊，最近叫肺腑心啦。哇！阿公吼真严重嘞，阿因教的朋友本来关心，但是袂有啊吼，阿因带队啦，带滑雪，带带咧滑山滑遐啦吼。我想想哦，哎，你咧这牧师看起来，我感觉你较文明吼，伊可能吼太菜啦吼，伊讲较大阵吼，伊讲意思我袂使拜托牧师哦，去解关心。啊，农夫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哦，就是唔知爱做个无用吼，啊，但是吼，阿就拜托阿都吼，哎。唔是，今日会嘛是一个关心嘛，啊，对吼，哎，可能是无道理嘛，啊，去来看嘛好，吼，啊，然后讲我袂使家己，我叫一个，叫一个，哇，啊，无输赢，或者是真闲啊，无输赢，啊，个另外佫叫一个丢落，吼，啊，丢落吼，安尼嘛，我家己丢落丢落吼，讲好啊好啊，啊，无赢咧，吼，啊，我就敲电话讲，啊，波波，这个我上啊，我是教的无输啦，我家己关心，好，好好。我讲啊，当时来，我进来，进来靠。我讲先进来，讲哦，啊无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啊，什么代志？这边来啊。我无贵这边来，讲吼，今年我等下话，咱直接跑来了。我讲，真真是要问贵管这么厉害呢哦。啊，就话叫我咧回话塞车走去呢哦。啊，我想想，咱这边来，我早起滚哦。啊，结果去的时候，哇，错一个啥物？头前你哋头前是观音妈祖，好啊。道完三太子吼，啊，过来是即个什么孙悟空，啊，规妈祖啦，啥拢规拢吊伊边啦。哇，我讲你真厉害，是咪拢带吊规你啊？你讲我都会太惊嘞，太惊嘞吼，即正神都甲多哦。我咧话，你那正神多，你要请我来咧？我未使未使嘛是我啊。哦，哇，我咧话，就该真做为难咯。伊难伊咋？伊难咧外省嘛，伊难哦。你讲，啊，神经病啊，神经病啊，是吧？耶稣讲话，贵无心咧，有变成小啦。伊讲拢笑，啊，但是毋知讲这是有可能贵无心咧。啊来啊，我来开始吼，啊介绍我谈的时阵啦，我讲啊无安尼啦，啊迄、那个吼，你、啊、你这句话无咱来指导啦，指导上面去帮助。感觉我咧指导，好啊好啊，紧咧紧咧，哦，有啊紧，都袂调咧吼，伊这边来这边来咧吼，知？哦，好，我讲带指导来时吼，带来时阵先指导安尼，啊我来从这部分来舞蹈啊，来提出来，对啦，这是克服第一个障碍。你啦，你有一本的时阵啊，你会感觉讲，哎，我在边啊指导，啊，所以我就请伊去吼，啊，之后内底有七个吼，就好。我来哩吼。啊，我讲哦，啊，你是不是爱第二个心灵爱平安？有，心灵爱平安吼，啊，所以我就用到这个电来呀吼。啊，就甲讲，安尼好，你照这安尼读，哎，其实我拢无啥物。即个重大压力啦，而且拢写好好啊，我叫伊读好好啊，对吧？哎，真正安尼读哦，啊我读，我讲啊，你圣经读侪吼，
安尼感觉啦，未歹哦吼，安尼这种平安哩吼，啊，头头个手法都未歹哩，然后就叫伊，来，恁头吼，啊，就手法个解说一下吼，啊，我们耶稣听，耶稣也贵啦吼，所以恁讲信耶稣就好，啊，后来我就用这四克宝哩在吼，啊，第一个讲啊，感谢你祈祷吼，啊，邀请你嘛祈祷吼，啊，祈求你嘛祈祷，啊，啊，稍微相信，让我祈祷吼，哦，相拢相祈祷，你祈祷，啊，我来，我伊心内底底祈祷。哎呀，我感觉我来讲安尼啦，伊讲诶，敢若未歹吼，啊，最后时阵我就甲即个阮一个长老来做一个吼，一个祈祷，啊，即个魔鬼啊太侪了，我讲啊，用主的名魔鬼出去啊，将这个偶像吼，啊快，无拄着我倒倒咧迄个魔鬼嘛吼，啊，所以讲好，安尼好，即本上面吼，啊，若你敢无平安时阵吼，你念吼，啊，感觉平安你就继续祈祷吼，啊，你就接这念就好。我都无甲伊讲，啊！你用贴片贴布啊，跪球啦、大球、连水咯，迄迄无对，我听袂来，知道？啊，就安尼念就好，知道？啊，结果呢，我照这方式讲一礼拜哦，我阿妈打电话啦，吼，我就一礼拜了就打。某某阿婶，最近好事？有哦有哦，感谢感谢你耶稣哦，我最近我甲伊跪拢无来咧，吼，但约时间拢未来。哎，这样你好啊？哎呀，我发觉吼，实际上，毋是伊帮助，是啥帮助啊？我本身伫帮助咧。我因为讲有当时我伫咧台湾咧挂鬼的时阵吼，我爱咧爱准备信真久，啊，当然爱准备信啦，但是吼，有当时啊方法爱安怎紧，你知道？哦，所以这本咧真正是帮助咱哦。所以为虾米？伊透过着啥啦？每一个信徒来。好啦，赢过这抗战的第一步，这是看到名非常重要的代志啊。所以咱也先想看卖啊，过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我后半就是啥啦？我唔是用这个，这叫啥？啊？这等一下啦，啊？啊？罗杰啦，啊？啊？罗赛？罗树？罗杰了，罗杰。啊，罗杰，罗杰，干啥子嘛？那我来，掌声鼓一下 ，OK 啊？啊 ，OK 啊？啊，就是意思讲。啊，像我们这这里，你讲的就是啊，这就是安尼，你这讲讲一对二对安尼讲吼，啊，以此证明对吼，你讲爱有在方便啦，是不是嘞？吼，啊，伊讲啥啦？真理啊，无愿意信主，为对啊开始，为因的需要开始，啊，所以我头先讲话，咱讲起上大问题啥啦？啊，就话咱讲讲，唔知伊要爱钱安尼吼，啊，结果未通啊，讲咩讲假话啦，是啊，是啦，你无拍钱的啥物，伊的需要是啥？啊，所以你知影，阮报台啊，过年阮刚开始的时阵嘛，阿未用这本来用啥？伊最后报台要做啥物代志？啊，报台最后，五招，哎，这边先出来，也出，这边先出，也出啊，看到时举手情况下，哇，是不是？恁到底用啥嘞？啊，今天还叫回来啊，叫回来要做啥物代志呢？啊，要做啥物代志？啊，啊，报钱啊，有哪报钱？啊，给领导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该陪谈啊，哇，哇，恁捌做未？啊？会使辛苦嘛，明白吼？好，好。啊，结果咧，阮就用传统的是啥物方式啊？有啥物陪审资料？啊，就叫四律如吼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我家己的配合就是讲啊，这个神人最啊求生啦，啊，你知道？讲这个配合案就是讲上帝创造你，你犯罪，啊，你结果你就耶稣基督甲你救，啊，结果你就活命对吧？啊！我嘛叫我五啊三咧背咯，我三五啊咪廿四背八十几嘛叫咧背啦，哦，就甲这最后发生代志，代志，我师傅拢袂记啊。为什么袂记？我就咱咧背啦，袂记。咧紧张个，毋知要该讲啥啦。啊，安尼好啦，无咱祈祷就好。啊嘛，毋知咧祈祷，知啦。结果啊，无使办报备，伊啦，迄内底讲个哦，甲伊做发钱实际上有需要哦，无一定需要。哇，想过啦，想过理性化，知啦。啊，来啦！我就讲，我安尼，安尼，咱指导看嘛有啥物教材，拄好是该指导个朋友一个同事讲，哎，最近哪里用这本？啊，所以我叫寄差不多200吨过来啊。啊，我阮开始用训练，啊，开始用这刻薄哦。你有啥物需要？你指导哦。哎，是袂教我上台演讲，我做袂歹了，啊，伊也变软弱啊，就这本嘞，哦，啊，就甲伊讲啊，啊，讲也是指导啊，哎，爱袂指导，哎，安尼来会发钱。所以安尼好无？你明白吓？哦，所以为虾米我今日来啊？我拢无敢讲道啊！你免讲讲道，你知吼？啊，但是就好东西要跟啊，
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讲，讲别讲好东西要跟别人分享，来，动起来。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有一个这个念的方式啦，吼，叫土节吼，啊，敢若伫这个二十一页以后啊，来，好，二十一页啊，二十二页对吧？来看这边哈，来，我来，好，这个讲啦。我爱买福宝，再来，照着念就好，再来，三餐勤无药，好处不得了。好，我爱我好过，教一条道路，三人不难念，好过不得了。啊，你买这样，大家来用，哦。所以咱提这几个时阵，二十二啊，你逐工安尼念哦。我爱我好过，教一条道路，三人啊啦，不难念。好啊啦，好个不得了，啊，安尼好啊，会使哦，啊，所以你就大家讲讲哦，就是安尼，加一点就好，啊，加三百就多一点，哦，安尼吼，来使啦，减肥，对吧？明啦，较早拢食饱，啊，食伤济，拢无用，头壳，啊，即摆咧，有即几年啦，拢去食饭，啊，减肥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，阿边吗？阿边吗？哎，礼拜吼，哎，比中大半年较好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。过来，你嘛就要教台吼，安尼要使用这个就是吼，马虎步。好，咱今嘛吼来，伊个两个人来做，吼来啊，一个是吼啊罗左右，啊一个是这个基督徒，啊，啊是讲两个基督徒，我哩吼，啊真两个人，是吧？咱今嘛吼啊，上好是先做下咧吼，啊有两个两个咧好，吼，安尼较紧，吼，咱今嘛找两个吼，啊来做实验。哦，就是开始来敲音了啊！这本啊，因为两个人，我哩一个人咧，家己念不会熟啊，是吧？啊，好，咱即马找两个好无？好，来，两个好。啊，那迄个敲背看，家己去，你不要啊？啊，这里啊，拍死，来我来，这我来，啊你嘞 ？OK， 好，那这里好嘛？来，进去咪？哈哈哈哈哈！太牛逼，拍死啊！我来背两句啊，这上面这本好，好来，啊。在啊，在好，两个做一个无关系，吼、哦，还是你这样兄弟，我想无其他有计无？那无？你别继续，你教人你较济，是吧？你俩有人无？有人加一个无？多少有无？听下听嘛，一个俩啦。啊，我三个，我哩三个做无要紧，吼，三个做，吼，好。啊，不一定讲哎，为这个破速度变较滑顺就歹的吼，啊，赛车变点钱吼，第三啊，不然你用电话啊，啊，领导吼，啊，啊是讲你找一个餐厅啊，好啊，食些牛排，介所有料嘛是出来啊，真的吼，都有请好嘞，有靠来，很欢喜对吧？吼，所以啥，会使安排讲，哎，可能伊也是反正啊啦，所以你若讲吼，那个时阵你要来探望伊，方便无？绝对方便啊。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，老师该到我快，哦，为什么？我就该阿袂少的吼。啊，但是需要谁？我好啦，我老师来啦，你啦，哎，啊，真正是安尼啦，因为啦，你知的需要，该建立关系哦，啊，所以啦，你要来探望，有当时啊，拢真的啦，真方便来啦，吼。所以这是我过去哦，啊，咧做个啦，吼，来提供参考啦，吼。OK， 好，好。啊，过来一点实际上哦，咱讲传播音嘛，啊，咱稍微回了哦，啊。咱三点十。